Hello，大家，我是小薇。今天我又来做分享做寿司了。有简单快速的，在家庭里可以做简单的手卷呢，是这个手哦。OK，Let's go。啊，像这样子，就像雪糕筒一样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小朋友记得点赞、关注哦，拜拜。